向佐与郭碧婷自2019年结婚后，陆续迎来一对子女的诞生。期间虽然数度爆出婚变消息，但两人不时公开放闪，以行动破除谣言。近日，向佐登上了黄子韬节目《跟我走吧》，期间黄子韬好奇询问向佐跟郭碧婷会不会吵架，对此向佐马上表示夫妻俩从来没吵过架，因为郭碧婷是个不爱吵架的人，透露妻子在每一个家里都种了很多植物，养了一些动物，每天面对这些过着很疗愈的生活，所以不会吵架。向佐也透露郭碧婷是个理智、善于讲道理的人，闹矛盾的当下会先讲道理辩论，要是不行的话就会先冷处理。黄子韬接话表示嫂子跟自己很像，结果一旁的徐艺洋听了直接傻眼吐槽黄子韬根本不是辩论而是咆哮，让观众都笑翻了。